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现在刚刚开始讲的是续分，续分呢、啊、现在是讲的这个文持之伴，也就是当时的听众六种成就的第六众成就。众成就里面有声闻众、菩萨众、杂众，现在讲的是菩萨众。声闻众啊已经讲完，菩萨众现在讲到第三段，列名总结。列名总结当中现在是讲的列名，列出当时听众当中的菩萨的名字。经文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上次是讲到这两位菩萨讲过，就是文殊菩萨与观世音菩萨两位菩萨的他的简史、应化的事迹，简单已经说过了。现在是讲第三位菩萨的名字，就是得大士菩萨。得大士菩萨，这一位得大士菩萨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势至菩萨，就是西方三圣当中左边观世音，右边大势至。大势至菩萨这里叫做得大势，就是这位菩萨呀，他在菩萨道当中，当然一切菩萨都是修的六度万行是一样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愿但是这位菩萨呀，他的特点，他的势力特别强就是表现出的情况啊，与其他的菩萨不同的地方，就是得大势，他得到大势力来做度化众生的因缘。按照思义经，思义翻天所问经思义经里面说，这一位菩萨他坐在莲花座上，如果他下法座的时候，头足之处脚底碰到这个大地呀、啊，大地就会震动。他的威势那么大，凡是他所到的地方，他所经过的地方，大地都会震动。他有这么大的威势，因此他的名字啊叫做大势至，那个至就是道啊，他凡所到之处啊，都有他的大势力的表现。使这个大地六种震动，那么意思叫做大势至那么越他修行功夫所得的这种殊胜的境界，那么称他叫做得大势，得到这么大的威势来做度化众生的因缘。悲华经里面说，这位大势至菩萨他在因地发愿的时候，在宝藏如来那边发愿，他发愿说，凡是将来我成就的是这个清净福国呀，国土要以观世音菩萨相同。他发愿呢，要跟随在观世音菩萨的后头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由此，由他这个愿力啊，
得到这个大势至，或者是得大势的名字，而由此也就成为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左扶右搏的菩萨啊，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那么观世音站在大边，那么大势至站在右边，那么成为极乐世界的这个三圣。那么将来阿弥陀佛虽然是无量寿，那是有量的无量，在他的应化国土呀，最后也是要入涅槃。阿弥陀佛入涅槃的时候啊，马上接着是观世音菩萨成佛，观世音菩萨成佛。将来观世音菩萨入涅槃之后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成佛啊，所以他的愿力都要走在观世音菩萨的后头啊。那么这是满他的心愿。根据《观无量寿经》里面说，《观无量寿经》除掉观想阿弥陀佛之外，也观观世音菩萨，也要观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观》里面有说，说如果有人能够见到的大势至菩萨的一毛空的光明啊，就能见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清净微妙的光明。那么意思就是说，见到这位菩萨的毫毛放出的光明，在这个光明当中就能见到十方世界诸佛的光明。因此他另外有一个别名啊，叫做无边光，无边光菩萨，他的光明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无量光，他是无边光啊。那么他的智光普照啊，因此叫做大势至。那么以这个道理来说，那么他的势还是五一光之势，光明之势啊，他的光明到处普照，摄化一切念佛众生。所以《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里面，他是六根圆通，六根圆通。在《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自己说啊，他说都摄六根，净念相聚，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啊。他劝人念佛要摄六根而念啊，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收摄起来啊，灌注在一句佛号之中啊。那么这样是都摄六根啊，使这个净念相聚啊，能够得到念佛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要得念佛三脉，这是最第一的方法。所以它是六根圆通，以念佛摄六根而得到圆通的功能啊。那么这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大略啊。以下的菩萨呀，普通一般经典里面比较少见的啊。接下去第四位啊，常精进菩萨。第五位不休息菩萨。这两位菩萨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啊。常精进，精进是六度之一呢，精进度啊，他修行自利利他都是至极的精进修行，所以叫做常精进。在宝积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常精进菩萨他怎么精进法师啊，自己修行的精进不用说，他度化众生的精进啊，他为了一个众生，只为了度这么一个众生，而这个众生啊很不容易接受他的教化，那么这个常精进菩萨呢，还是念念不忘的，念念不舍的度这个众生，想尽办法呀去接近他，只为这一个众生经过无量劫，念念相续去想办法去度他，他没有停止，他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心啊，为了度化众生啊，不曾停止，只为一众生尚且如此，那么为一切众生那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因此啊，他的名字叫做常精进哦，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我们以我们凡夫的境界来说哈，虽然你度了这么一个众生
啊，那么你稍稍懂了一点佛法，有一点小小的心情啊，那么你度了一个众生，假如这个众生对你啊稍微没有礼貌一点啊，或者是对你有一点这个不好的表现，那你就想要舍离他了，你就要丢掉了啊，这么难度算了啊，我才不要你呢，这是反复心啊。那么反复心这个是很不好的，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最好就要跟这个常精进菩萨学啊，他只为一个众生，尚且就是念念不忘敬畏来敬啊，经过无量劫他还是念念下去的要去度他，这是非常难得，这就是常精进。第五位的不休息，不休息一常常精进啊，实际上道理是相同的啊，既然常精进必定就不休息，如果要休息就谈不到精进了啊，所以这个不休息与常精进文字上不一样啊，道理是相同的，常精进就是不休息，不休息就是常精进啊，既然不曾休息过，身心都不休息，那么当然必定是常精进了。所以这两位菩萨的名目啊，名相名字上看起来不一样，内容是相同的，不过少少有点不同。不休息菩萨他是站在供养诸佛亲近诸佛这方面来说他的不休息，根据这个四译梵天所问经，四译经里面说，这位菩萨呀，假定说经过恒河沙数的劫，一粒沙算作一劫，恒河沙数的劫大劫啊，那么以这么多的劫来算作一天一夜啊，那么也是一样的，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啊，那么要经过啊千万亿劫那么久的时间才能值遇到一尊佛啊，那么像这样子一直经过值遇到亲近过百千万亿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啊，跟随这些佛呀修梵行，静静修行，修一些福德智慧啊，那么不曾休息过，从来不曾休息，那么这是越他亲近诸佛呀没有休息，上求佛道啊，上求佛道静静求佛，修行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功德，从来就不曾休息过。那么常精进曰度众生讲，不休息曰上求佛道讲啊，亲近一尊佛要那么久才能亲近到，那么经过无量无量劫亲近无量诸佛啊，那么这样子他都能够啊努力精进去修学，不曾休息过，因此叫做不休息啊。这两位菩萨都是在修行精进用功方面建立这个名目，但是呢，一位是度众生，一位是上求佛法啊，所以叫做常精进与不休息。所以古人的解释啊，所谓常精进就是无间去入，没有间断，念念去向于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叫做常精进。不休息叫做常时无废，常时努力跟随佛修学佛法，没有停止，没有这个稍微休息的时间啊，所以叫做不休息。两位啊都是容不出上求下化啊，那么在菩萨道上不曾休息啊，叫做常精进与不休息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在佛经里面列名啊，就是表示他的大行修行啊，修行不曾休息。那么前面这几位菩萨列在前面呢，都有他的用意的。第一位是文殊是大智慧啊，那么显示《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之理呀、啊，
没有文殊的大智是没有办法接收的，所以第一位就是文殊啊。那么修学佛法呀，要悲智双运，大悲大智两种啊要同时并进，悲智双运。那么有了大智，假如没有大悲心，没有办法度众生啊。所以接下来第二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菩萨他是大悲心最第一啊，他是得到大悲三昧，所以他是寻声救苦，在后边普门品里面有说明的。所以由大智必定也要由大悲，所以第二位就是表示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啊。那么第三位的得大师啊，就是要显示修学菩萨道的人呐、啊，要有勇猛精进的精神，像大势至菩萨的大力量，啊、才能勇猛精进，所以摆在第三。那么修学佛法，不管你是上求或者是下化，必定要常精进，你不休息，所以把这两位菩萨排在后边呢、啊，显示就是在《法华经》上要体悟诸法实相之理。也要常精进来度众生，不休息来上求佛道，所以前五位菩萨有这种的意义包含在里面啊。这是文字里面呢，包含的言外之旨。那么再往下的几位菩萨，也就比较少见的，第六位宝掌菩萨，掌手掌了。手掌啊，宝掌，他为什么叫做宝掌呢？因为这位菩萨的这个手掌啊，能出一切的万物来布施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宝掌。他这个手掌里面你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好像如意宝珠啊，啊，他如果众生需要他的金宝，他这个宝这个手掌里面就会出这个金宝给他。众生要衣服，他这个手掌会出衣服，要饮食有饮食，通通这个手掌里面出现啊、嗯，所以他这个掌啊就是宝。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这位菩萨手掌出其宝啊、他的手掌里面呢、啊、能够把金银琉璃玻璃玻璃等等的这些七宝啊都能从他的手掌里面出来，所以叫做宝掌菩萨。这是比方，说菩萨必定要有大智慧的宝掌，才能接受一切佛法，啊，信为首啊。智度论里面呢说，信为首，信心就是首，有信心有智慧才能接受佛法。所以智度论说，佛法大海呀、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兜。啊，佛法好像大海水那么多，要有信心才能进入，要有大智慧才能度过这个佛法的大海，得到大受用，到彼岸。所以宝掌的意义啊，表现这个道理。那么这里列出这个宝掌菩萨呀、啊，也就是表示菩萨道要利益众生啊，无为不至，众生要什么给他什么，只要与众生有利益，随时随地都提出来利益众生，所以叫做宝掌菩萨。第七位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呀、啊，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农啊，神农为中国的药王，在印度的菩萨众当中。这个药王菩萨他因地发心修行的时候也是这种的啊工作，就是要治疗一切众生的病啊，他就想尽办法去尝百草，研究出这个世间的医方来做治疗众生的生病啊。身上有病啊，要靠医药治疗，那么单用医药治疗生病是不够的，
心地上的贪嗔痴的烦恼啊，就要用佛法的法药来治疗它了。所以《悲华经》里面说啊，他发愿要做医王，他这个医王啊，不但是医众生的生病，同时要以佛法呀来治疗众生心地的贪嗔痴的病啊。他希望在这个玄解千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是玄解第四尊佛了，他发愿在这个玄解千佛当中啊，他每一尊佛前他都要做药王来治疗众生的身心之病啊。所以在《悲华经》里面，宝藏佛替他受具说，既然你发这么大的愿力，那么玄解千佛呀，他就是最后一尊药王菩萨，在玄解千佛里面最后一尊，就是最后第一千佛呀，叫做楼智如来。楼智如来，那么这个楼智如来呀，就是药王菩萨，现在是药王，将来还有一直到999尊佛，他都要做药王菩萨治疗众生身心之病。那么到了第一千尊，就是他成佛了，到999尊的时候啊，他就是一生补出啊，第一千佛就是药王出世了。这是药王菩萨的啊，他的故事啊。另外有一部经叫做《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药王是老大，他有个弟弟叫做药上菩萨啊，他又是兄弟又是法的兄弟啊，他们都是在佛法上啊，以医方以佛法来治疗众生的身心之病。那么这个忏法里面呢，有许多是采取这一部经里面的内容的，所以这个拜忏呢，就是治疗心地的业障病的唯一的办法。所以这位菩萨，这他们兄弟两位啊，说了这个药王药上的咒啊，治疗众生的这个身心之病，就是现在的《法华经》后边呢，有药王菩萨本誓品，药王菩萨本誓品那里就说到这个药王菩萨过去修行的这个实际的故事了。这是这里只列出药王，药上没有列出来啊。那么这第七位是药王菩萨。第八，勇士菩萨，勇猛精进修行布施度啊，所以叫做勇士菩萨。这位菩萨在佛经里面的记载呀、很少啊，没有其他的资料啊，只是说他在出世间的法宝当中啊，普遍布施一切众生啊，所以叫做勇士菩萨，勇猛精进修行布施度，叫做勇士菩萨。第九位，宝月菩萨，宝月菩萨实际上就是宝月童子，宝月童子是一位童子的名字。这个宝月童子啊，就是印度频婆娑罗王啊，摩揭陀国的国王啊，频婆娑罗王的儿子。频婆娑罗王他是国王啊，他有好几位王子，其中有一位啊叫做宝月啊，这个王子叫做宝月，就是人称他叫做宝月童子啊。那么后来他学佛修行菩萨道，所以在佛经里面也称他叫做宝月菩萨，有些地方也称作宝月童子，这是借比喻建立他的名字的。因为他这个修学佛法呀，心地清净如满月啊，以众宝来布施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宝月菩萨。第十位，月光菩萨。月光菩萨呀，不是天上的月亮啊、哦、有些人中秋节拜月亮啊、因为是天上的月亮就是月光菩萨，不是的啊。这个月光菩萨呀，就是药师经里面药师如来的啊，这个两边的菩萨啊，就是日光遍照
月光遍照，这个日光月光遍照都是表示他的智慧，是药师佛两边的这个帮助他的菩萨，左边日光菩萨，日光遍照菩萨，右边月光遍照菩萨，这都是以日月的光明呢来比方这个智慧光明。所以月就是禅定的功夫，月比作禅定，光比作智慧，月光就是定慧具足，定慧具足，所以叫做月光。那么这位菩萨定慧都非常的圆满具足，因此叫做月光菩萨，那么这就是药师佛的右边的右胁菩萨，叫做月光菩萨，不是天上的月亮，满月菩萨，这也是借月亮啊来比方他的智德，他的三智圆明，犹如天上的圆满之月，十五夜的月亮是圆满了，那么以圆满之月亮啊来比方这位菩萨，他三智具足，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智具足的菩萨，所以叫做满月菩萨。大力菩萨，这是第十二位。大力菩萨就是他有大力量啊来度化众生，也是十波罗蜜之一，华严经讲十度，我们平常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六度。华严经啊，从第六的般若度开出四个，就是慧、方、愿、力、智，把智跟慧分开，第六是慧度，智慧的慧，第七是方便度，全巧方便的方便度，第八愿度，发愿的愿，愿度，第九力度，自度度他的力量，力度，第十智度，那么这位大力菩萨呀，他就是力波罗蜜最为圆满，以度众生的力量为己任，念念不忘度众生，所以叫做大力菩萨。有这个福德智慧的大力啊，才能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因此叫做大力菩萨。这是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无量力菩萨，这个一样是大力，不过他的力量更为周遍，更为圆满，所谓用周三际啊，化满十方，所以叫做无量力。他的妙用周遍于过去、未来跟现在的三际，三际就是三个时间的边际，都不可得，过去、近过去际不可得，无穷无尽，未来际也无穷无尽，现在际近十方也是无穷无尽，它的功用妙用周遍十方，周遍三际，它教化众生的力量满于十方世界，所以用周三际化满十方，因此啊就叫做无量力菩萨。这是第十三位。第十四位月三界菩萨，三界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已经超出三界，虽然超出三界而不离三界，那么就是居尘不染呐，处有不系，居在这个尘劳之中啊，不被尘劳所染污，好像莲花。